早安，欢迎你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在约翰一书一章五，第一章五节到十节，在今天的天父之心中呢，走在光中，这是一个主题。那些声称赞和上帝相交的人，必须像这种说法争而生活。那些这样做的人，也不断的从罪中得到洁净。然而，我们自称无罪的人被欺骗了，他们里面没有真理。今天，上帝提醒我，我们认识基督的人呢，行在光中。那些不是这样子做的，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呢，就在黑暗中行走。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信徒的目标就是在光中行走，就像主在光中一样，以便他跟他相交。第八节呢，指出这真。声称自己没有罪的人是缺乏真理的人，相反，这样的人也是在自欺欺人。然后后面的章节中，约翰也会在讨论假教教师欺骗的行为。在这一章中，他从于与上帝同行，避免受骗。根据约翰的说法。向上帝认罪会带来宽恕，而且它带来上帝的工作，以除灭我们生活中的污点。在最近呢，我在领悟，上帝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常常的来跟他认罪，上帝会宽恕那些寻求宽恕的人。然而，那些自称无罪的人呢，反而直接反差上帝，也不认识他。你在光中行走吗？好吧，今天我们让上帝提醒你和我，我们一起继续的在他的光中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帮我按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还有按那个小铃铛。明天见。